哇，兩條鐵路都咁近啊！鐵路下邊仲有超級市場，咁咪去兩個機場都好快咯。咩料啊？要睇咩料就去現場，哈利帶你去啊！呢、这個就係今日介紹項目嘅位置，認住佢啊！起咗大半㗎啦，行前百零米啫，非常之近 MRT 藍色線甩跑站，大站嚟㗎。項目嘅另外一邊呢，就係呢一個站。今年6月通車 MRT 黃色線，嗱，6月通車呢件事已經公布咗㗎啦。項目就係喺兩個地鐵站嘅好中多間。香港人咧就想揾一啲好近站嘅項目啦，因為唔想喺度揸車嘛，理解喎。咁呢一個項目咧，我覺得其實真係可以考慮，因為唔止近站，而且近兩個站，因為咧佢係少數咧喺曼谷喺兩條鐵路交叉線嘅一個項目嚟嘅，喺未來通車嘅黃線啦。即使通車咧，已經通咗車嘅藍線啦，都只係幾步路嘅距離啫。而且咧，去綠線、去紅線都相當方便。最難得係咩咧？無論你由浪漫機場啦，又或者係由我哋而家嘅 BKK 機場咧，都係好方便咧坐到鐵路直接翻屋企嘅。咁呢個我覺得對香港人嚟講咧，喺方便性上面咧就非常之有優勢咯。不如我哋一齊研究下，調一個項目俾你，你應該識㗎啦。係 Novo 嘅 New Series，Novo New Series 咧不嬲性價比都係高㗎啦。但係今日我介紹呢個咧叫做 New Wajda Lucknow，咁就喺曼谷嘅 Wajda Percheid MRT 同埋未來嘅Lucknow MRT，亦都即係 Yellow Line，係黃色線同埋藍色線嘅交匯站。咁呢一個項目嘅位置咧，咁有非常之大嘅地理優勢啦。因為你坐黃線咧，好容易就可以去翻蘇富比辦下嗰邊；坐藍線咧，亦都可以全個曼谷兜入個圈，亦都好容易咧同綠色線同埋紅色線咧有 intersect 嘅。所以咧喺地理位置上面咧，佢有絕大嘅優勢。而且喺藍色線相連嘅位置，四號出口咧就係呢個 Gourmet Market，係省 Paragon 同系噶，非常之多嘢買。藍色線係唯一一條可以穿過三大 CBD 嘅鐵路，加埋未來嘅黃色線咧，難怪我哋將會睇甩跑地區咧，就等於試啱一樣咁方便、咁豐富，加埋10分鐘嘅生活圈，呢個項目咧真係值得留意嘅。我哋睇下示範單位啊！嗱，New Wajda Lucknow 咧有好多個嘅户型可以選擇嘅，但如果你係收租為目標咧，26平方咧就已經唔錯啦。而且項目交樓咧都會附上唔少嘅標煙傢俬，遲啲咧可以向我哋曼谷買樓123再查詢詳情。嗱，單位當然就唔係好大啦，26平方，咁所以價錢就非常之相宜咯。採光間隔又非常之實用，所以咧真係一個其實即使係攞嚟自用。度假屋都非常之相宜，收租就更加可以為你帶嚟理想回報嘅一個嘅選擇。除咗26平方之外咧，其實我哋仲有30啦、35啦、40幾嘅大兩房啦，我哋都可以提供選擇嘅喎。New Wajda Lucknow 2024年第二季就收樓啦，請聯絡曼谷買樓123，我哋嘅團隊會為你提供最優質嘅服務。請訂閱我哋嘅頻道。